你说导师，我那我不要活了，这样都会爆回来，那你要怎么样？那等一下要不要我拿放大镜看地上有没有蚂蚁，我会不会踩到蚂蚁？那要看你怎么看哦。就是说你知道你懂得的，和你不知道你不懂的，都不一定是你像所想，后面如你所认知的那样去获得或者是缺少。所以人生就是这样子啊。超级生命密码是生命使用手册，就是这样。你不多了解一下生命使用手册，你到哪一天都是一大堆问题，那怎么办嘛？你说怎么办？所以这个因果的事情一定要很严格的看待，不负人，你不要负别人。你像有没有学会啊？不负人，有没有负人？没有。有负人啊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富人，有，有富人没有？那到底是有还是没有？不清楚。没有啊。这就是人生啊，这就是人生。你说一个人到今生舞台，睡梦中离世，那是福分哦。你要知道哦，有多人是痛苦、病苦走的。最后走的时候是一脸嗔怒相，或者是一脸的不愿意，一脸的都是你们欠我，欠我，你给我等着哦，走了，这样的走的相，到下一次绝对不会是好事，他的那个信号到下辈子，他绝对在他戏码中绝对会上演什么戏，有果推应的话，你就会去推哦。安详中离世，睡梦中很安详的，像还在睡觉的，他已经离开了。按照这个有没有业障来讲，他可能是没有业障了，所以业障没有现前，找不到他了，不用找了，所以没有人在阻碍他，所以他安然的离世。但是那你要想啊，那如果这句话是对的话，那就要想。你有多少业障，对不对？不要说你了，我有多少业障，在我们离世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安然度过，不知道哦。你说你有，你上那佛家讲的那个走之后的八小时很重要，那是一不小心就从哪里出去了，就去那一道了，那很重要哦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现在说自主生命，你怎么主，你告诉我你怎么主。所以不要再告诉我你不能够掌控情绪，你不要再告诉我日子来了，这一切都是被他所迫害，没有，是你自己有没有抓住因果观的每一刻来善待自己，严加的掌控啊，滴答滴答间，你究竟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有心之过也好，无心之过也好，你任何之过。你都不可以再嚣张的纵容自己下去，因为那叫做不归路。所以当你能够这么样的审慎的时候，你比较容易面对着你的未来。